你是喜欢探索游戏的玩家吗？那接下来这款新作一定会吸引到你的目光哦。在广大的自然当中，扮演人动物自由自在的探索，悠游自得，自然自爽。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瞧一瞧吧！跑！本作《失落于境》是由德国独立团队 Moonlight Studios 所开发的首款作品。游戏背景设定在人类文明陨落后的世界，因为人类文明的消逝，整个地球又重回到动植物繁盛的光景。玩家在游戏中能够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扮演众多的动物角色，来探索人类文明陨落的秘密。这些秘密都在文明陨落中扮演着重要的记忆。玩家会收到城市旧文化的一部分的同伴指引，通过对方的记忆，你将会目睹旧世界的陨落，以及它为何现在需要你的帮助。不管是潜入高空飞行的鸟、水中的鱼、地下挖掘的鼹鼠、草原奔驰的狼，你能运用世上每一种动物的能力来恣意冒险，还在等什么？届时一同从迷人的角度来揭开古代世界的命运吧。